大家好，昨天我们说了栀子旁的写法，今天我们说一个栀子旁的立字，美貌的貌字。首先看左边的栀子旁，低撇平撇要写的平一点啊，略微带点斜度就可以，不要写的太大。然后在它的左边啊，在这个位置写两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一点大一点，第二点呢小一点，第一点低一点，第二点呢再高一点，然后在这一块写一撇，这一撇呢写的稍微的竖起来一点，不要写的太平啊，不要写太平，稍微竖起来一点，跟上面的这个撇啊要那个倾斜角度要明显的不同啊，这一撇呢右边基本上就齐平，然后左边呢稍微伸出来一点，然后在这一撇的靠下半部分，我们来写一个弧弯钩。这弧弯钩呢，基本上在这个撇的中间这一部分啊来写，长度要适中，然后挑钩，钩不要挑太大，然后呢，再靠上方写一撇、两撇，这两撇呢都不要太长，第一撇细一点，第二撇呢可以稍微的粗一点啊，左边呢基本上都是齐平的就可以了。然后呢这块呢一定要空出来，整个这个栀子旁的这个重心呢往左边走，然后呢看右边，右边呢这一撇写的不要太竖啊，稍微斜起来，斜起来写一撇，然后呢这一竖要注意，一定要写斜，不能写直啊，这一点要写斜，然后横折，这一横呢略微抗肩，然后这折笔的这个倾斜角度就更比这边还要大啊，还要明显的要比这边要大，要折回来，然后这一横抗肩角度跟上面的这个横它的倾斜角度都是一样的，底下这一横呢可以左边稍微伸出来一点啊，当然不伸也可以，然后呢在这一竖的左边右边，那我们来写这一撇，这一撇呢不要写太长，也不要写太粗啊，写一撇，然后在它右边写这一竖弯钩，竖短横长啊，这个底下这一横呢略微带一点点弧度啊，不要写的过于的平直啊，然后挑钩是垂直90度往上挑的，整个的这个帽呢写完之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左右两边的这个大小要适度啊，不能就是有过大过小的这种情况。好的，这个就是帽子的写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